力武装啊，警察力武装，超级肌肉，啊，队长是化身啊！我操，完犊子！打得死吧，吕耀春一枪把他捅死啊！然后武装都给他那个武装，有个被高明砍，再叫我一点，武装没到方寸。比我还快！哇，他武装化身都快，你妹！你就点着他们啊，点着他们点。我补野兽还是先啊？补野兽，补野兽，补野兽。先杀他是吧？还是先杀他？小 H 直接平 A。哎，其实刚才可以放乌龙来个特技的，给来个破血把他弄了。对。哎，没事，漫天总是一样的。我们叶老三 A 他的一样死。恭喜他打了个最血最多的叶老三。两下怎么说？再来一下！哎呦，我操！我直接金掉，然后涡轮就点他出了，然后那个没操作，我没操作，点他飞呗。一个六道是不是给他打死了？也还他妈贴，操！好像有点多。一个瞬间给他干死可以，这样子啊，没有无间了，我瞬间把他弄死，涡轮你自己，你先继续出，继续还点他人，校长你出个引攻瞬间，我先拉宝宝还是点他人？你点他人。去了，好，拉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出瞬间的，出瞬间的可以。
出宝宝的就可以出去进去，对，哎，引弓瞬击啊，猴哥，瞬击没有引弓瞬击啊，我有隐身瞬击吗？哎，我放进去了，我放进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我忘记，我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嗯，好，可以，开掉了，你直接点他的地府啊，点地府啊，对，我飞一号能点到地府吧？和好像你自己，我飞五个，飞五个可以打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六个可以。那个方寸催眠有点烦，他这个方寸催眠，你有点烦了。方寸太恶心了，还在吹，走，可以，一万零一百。还有五千，还有五千不到，4000-4700的样子，感觉得拉续命顺法。还有3000多，得拉两只，一个不够。还有2000多，2000多，我一个抓子抓死了。2000多，头上他有血灯的好像。啊，没血灯，有血灯，有血灯。我抓的死，应该抓的死。那涡轮你直接继续输出，然后下一个你直接换个，换个，你换吧，换续命或者换瞬击都行。我不拉宝宝。你这把拉吧，拉吧，这把拉。我估计武装的那个有黑马。现在是白天，只能抓2000多，又能够呛，感觉差了，差一点点。没事。乾坤挪移，有虚弥吗？有虚弥，他能死。应该他爽，应该地不学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打4000就够了。还没小爽了。嗯，这从无所谓，没他点，这点不死。这好屈了，不然得死。我帮你死了啊，你直接弄出去啊。直接学习砸他的，把他的上传武装。你给我顶顶药，我打出去。我跟你顶药，我跟你顶药，打出去好了。你给别的单位顶，哎，爽对，爽爽爽爽，主要还是爽。我这波要防一下他的攻，防他的催眠。不要把他往他控里。正常我能听的吧，刚好清清，对，全开掉，全黄，哎，这个武装应该要死的，这么快死应该要死，哎呦我操，这么宝宝还是不会做，哦，拉了速度圈，哦，所以说你要算到这些都要算上的。你六装你肯定点不到，你肯定要点五装。哦，我点了六装。六装你肯定点不到了，他没天地来的，你肯定点不到了六装。要么点化身，要么点五装。OK， 得换了，得换了。这个、得换，得换，冲了。直接换掉，对，直接换掉。来，我也换了啊，冲刺。啊。出席了泰山，
死亡方程如果把武装给破血武装，可以可以破血，不破武装肯定死，破血化身，别破化身，你死亡继续挑化身好了。地府躺身地上没打了，扎了武装，扎了武装，武装死了。对，武装取走，肯定武装是要死的，武装肯定要死的。武装的血线本来就应该刚才就要死了。力武装也死了，地府应该也得死。地府，地府才两百什么玩意？好呗，那没办法。死啊！这地府啊，这地府不死。操了！我刮到应该，我刮到应该刮到那个了，我刮到力武装了，力武装死了，亏了，那个没变慢猪太亏了。哇塞，炸不到，炸的是化身，你敢相信？我就说化身肯定要死了，就是破血123。嗯，重昨天超死了。没死，不掉还行。地府都那个了。好，窝了，我给你锁满啊。你消伤挂水，我血雨干一个。你我力武装吧，力武装吧。啊，好，力武装，我把他血雨干了。这个地府法团好变态，这是。我武装他妈自己武装吃一个吧，我操，不然他妈起不来。哦，我把死亡打出去，搞出去搞，随便搞。那个力武装肯定搞不到的，然后那个谁体系也搞不到了。哇靠，他在吃狼了。没关系，他力武装死了。他没伤害的，死不了，我们死不了，他死了，对吧？他人生果还断了，三层四层归正还断了，他还玩个狒狒，我们大不了重新再点一遍。现在就开始，你要转了起来，这个青宝宝就很快，走，没走。走吧，八千可以。啊，没金刚，对，没真阳。封印状态真阳是不是也不能上了？他化身法防不高的，没法防了。这么高速，现在肯定没法防了。他这也扛不住的。老虫歪了，可以。他发生没蓝啊，不怕他封印。对，啊，不怕封印，我把他发生套了。然后神棍你就丢武魂吧。我继续破血。有破血的话，你破武装。OK。宝宝炸二号吧，宝宝炸二号。啊，死人宝宝给他打走，把死人宝宝打走。炸的是化身跟武装的，他们都没法防，炸的特别痛。收了，下火他要是没反应，我们下火可以点化身的，他化身已经残了，放弃了，对面已经放弃了，对，对面放弃了，我们下不确实可以砸化身的，可以砸化身，这样半恢复了，那就没了，四千，哎，这么难，一下1800出掉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只要把他力武装点死，他们裂开了，太伤了，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我慈航确实没啥用了，王一送了，因为他都没法清，力武装清宝宝节奏没有用，死一死，先来呗。我的血量的高低不影响我的这个打出的输出，对，不影响，你只要血够了就能血雨，不够血雨那就打不了。我的印象中好像一直都是血量越高好像砸的越多，好像一直都这个样子，是算伤害的时候是按血量来算，但是你当前为了输出的时候不看那个，不看你当前血多血少。5200防御，五万，伤害就上来。
应该应该是，我操，两个大死亡。哎呀，不配做啊，涡轮，还是速度不够，速度圈的速度你得自己算上。所以我说我要快10%。